今天又是下雨。最近一直都下雨。是吧？我说这两天会有大雨。我们来做一个香料好不好？炒菜用的香料吗？不是，就是那个印度的那个 masala。 我觉得那个 bok bon 应该有很多香料，那是相对来说西人店里面最齐的香料。不行再去印度店，但是 bok bon 的质量会比较好一点的东西。哎，那个咖啡时间到了，我来搅啊。3、4、5。我昨天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，这一篇介绍这个嘎拉玛莎拉介绍的最好的。玛莎拉就是混合香料，实际上有点像咖喱，也是混合香料，实际上温暖复合香料。然后他呢说他这是一种神奇的混合物，可以为身体提供温暖，从而排毒和平衡整个身体系统。他们说在印度，他每家每户就是其实的配方可能都不一样，产生的香味还有成分也还有的还是不一样，因为它要多的时候很复杂，很多很多，然后每个地方的可能使用的这个都不一样。建议呢要做这个玛莎拉最好自己做，就我本来原来还想跟你去买呢，因为买的就是说怎么讲呢，他说有几个问题，一是有时候外面买的东西它那个料都不是真的，不用大蒜粉来掺杂没有，就有可能掺杂，这你说的就是没错。第二个呢就是料的这个可靠性，有没有经过化学浸泡啊有没有卫生啊，还有一个会不会放的时间过长，这是一个、这个是经常，因为你运输过程啊保存过程啊是吧，所以他就由此这个作者就说要自己做。自己做呢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香料就是现磨的才香。这篇文章他还介绍了每一种香料对你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，都讲得很清楚，所以我那天读了我觉得很好，所以我又燃起了我今天想做这个香料的欲望。你种这个蒜的皮不用掰的吗？哎，我做个对比啊，就是带皮的哈，尤其是一整包的蒜种下去哈，跟这个剥开来的差很远。你在这里享受咖啡 time。 嗯，咖啡冲的特别的凉。宝贝你不能喝咖啡对不对？我买了一大袋的蒜，我吃了半袋，然后剩下发芽了就给他来种蒜苗。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没剩一两个了吧。没有了，全部拿过来了，就剩这些。要买底下有脏脏的根，这才是正常的蒜。很多蒜呢底下非常白，干干净净，那是泡过药水。是漂白吗？它不止漂白，它是泡过什么，然后干干净净的。他们说现在很多你要看产地，有的是中国进口的，如果是那种白的就要小心。现在北美这边好像90%的蒜都是从进口，都是从中国进口。对，你有时候要看一下，所以我这个是哪里的？那天看 Costco 是西班牙的还是哪里的？我不记得。有的时候也有本地产的蒜。本地产的，但是你就是要挑这个，就是这种底下要有脏脏的根的。那个你要知道，我们看艾老师种过蒜就知道，种蒜不容易。从前一年11月就要播种，种到第二年的7月份，就是一粒一粒放下去种的，后面还得晾干，对吧？哦，要在地上晒干。对呀，我一个网友家里养了几只鸡，芦花母鸡呀、他那天这个。给我发他那个鸡生的蛋，哎呀把我羡慕的，我很想养鸡，但是因为我们这比较冷，就冬天怎么办。狗有4种表现，说明你对它很好，养得好。为什么表现？
一是你上厕所他会在外面等着你、啊、还有闻味道去了。第二个你回家他会高兴的疯了那种乱跳乱跳。第三个他在家里到处都是他的床，哪里都能睡。嗯，他很自在嘛。第四个就是他睡的时候四仰八叉的，就是他对你没有任何防备，这是我想比常见的心态，所以这都是我 happy 常见的。喝咖啡的当口我把蒜也包了。嗯，好了，好，我们这蒜放在窗台让它长啊。你说你去种水仙不如种蒜，这倒是，水仙跟洋葱似的又不能吃，这种好了还可以炒肉吃。对对，真可以哦，真。这个 popcorn 这个我们是可以有的，这个是可以的。这个很贵的，我就多少号码？852。还有。回箱子、啊、买了这些还不够，还有的我还需要去印度店买，印度的 supermarket。 嗯，好吧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因为我还有一个香料。但是我同时跟你请求一件事、嗯、能不能我把妹妹带上，我们已经走了一趟，她在家了，我们带上，我带着她，你进去逛一逛，好，找你要的东西，好，妹走，这样我会安心一点。啊啊，跟妈妈好啊，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没走。你妈妈 ，no， 不能吹，你讲他他就吹。我 stay 啊，妈叫你 stay。嗯，弟弟拿个帽帽，好不好 ？stay 啊，坐着等啊，真乖宝贝。哦，爹来了，来抱抱。爹爸，上厕所一下，外面雨湿。Go back there。对，不然我不带你出去。你跟宝贝求情一下，好些天没出门了，开心不 ？Kiss。这里有一个印度店，叫什么 ？Sabaji Mandy， 是不是这么念？Supermarket， 好不好？你跟爹在车上等妈妈，你不要去，你去超市不行的，不让你进的啊！不叫啊，嗯。哇，下着雨呢。哦，好。哇，进来有一股很香的味道，香料，这种是 green 的这种，买印度的这个桂皮，西兰桂皮。哦、，Thank you so much。你帮我找，让我找不到。As compared to that,、oh, it has like the more leaves. Oh, huh. 爹陪你还不够啊？好了，啥都有，你必须去问他们，因为不然你也看不清楚。然后我又补充了一下，都买齐了，然后他就帮我找到了。
两个人帮我找。还有这个是西兰的肉桂、啊、不是西人的那种肉桂，我特地去又换了一样的哈，不一样的。然后还有这个黑的这个这种黑的豆蔻，嗯，这个比较香，也找到都有。还有还得要买他们的 bay leaf， 这很便宜、哦、一整包哈才3块多。好好，就是就雨天在家里做香料挺好的，温暖一点。哎呀，妹妹看雨下多大呀，外面下大雨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买不到的人，其实有一个基本的款的，我先拿基本的款的。嗯，这个是香菜籽，其实明年我们可以多种一点香菜，收点籽哈，自己种的还不更好吗？我去年就收了一点，又被雨下淋了，又淋掉了。香菜籽1/2 cup， 你帮我记一下菜谱好吧 ？Coriander， 对，这是1/2 cup seeds， 对，还有一个是 cumin seeds， 孜然。多少？1/4 cup， 我自己种的，大概吧。这是基本款啊。啊。然后是 green cardamom， 就是绿豆蔻啊。是 cardamom 怎么拼 ？green cardamom 是 cardamoms cardamoms。moms。这个是2大匙。很大只大概，这个到处都可以买得到，嗯，这个 Costco 也有。这是 Bob Barn 买的，但是 Costco 也有，2大匙，啊。下面是丁香，嗯 ，CLOVES， 嗯，多少量？2大匙，丁香好香啊，啊，我感觉丁香要这么多吗？丁香也是能够促进新陈代谢、啊、据说如果你胃酸很多的话也要小心。这就是什么？黑胡椒粒、Black peppers、Purple corn， 这个是1大匙。印度的 cinnamon， 这叫 cassia cinnamon， 就是这个是普通的 cinnamon 跟西兰的皮更薄一点，8克，一半用我们普通的各4克，就是一共8克。这个叫什么西兰？其实都用西兰的就好了，不需要那么那个就可以，或者普通的也可以，我们不会那么敏感。这一个就是基本的就可以了，就是最简单的就这种，就这几个。倒是不复杂的。哎，倒不复杂，这个应该都买得到。接着我再拿一盘，就是可以自选。但是呢也很推荐的，就是你想要做好吃的肯定是要有的吧，有高配的。好，这个是要4片，我们刚才买的这个，我们家其实有月桂叶的，但是呢为了更那个一点，我就到印度店，它跟西兰的那个又不太一样。印度杯有没有点跟我们家那个你们老家的有点像？哦，这个比较大片，是不是？它就长这样。我们的8角，4克左右啊，有，这个是很香的，茴香，小茴香，嗯，茴香，小茴香籽，茴香籽，这个也很重要。Nutmeg， 它只要一半儿，那我拿一个小小的就行了。它只要它一半儿，2克，这也差不多2克，小小的。就是所谓的肉豆蔻，你是可以开中药铺了。下雨天在家里玩这个可有意思。好，这个是我给你看一下，这叫黑豆蔻，跟刚才的这个绿豆蔻，你看，它是一种绿豆蔻更小哈，它是这个绿豆蔻，这是黑豆蔻，这个黑豆蔻呢比较冲，所以有的人不喜欢冲的可以不用，但是它用的量很少，我们可以试一下用这个哈。它大概就是3到4克，它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？它的中文翻译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好像叫权杖。其实你也没办法有一个直接的 idea。花边的膜，然后里面
包着是一个肉豆蔻的 种子，它看起来像一朵花。那应该也是肉豆蔻的一个部分。然后怎么形容这个呢？你来闻一下，你来形容一下。我觉得就是像一个新鲜的家具刚打出来的，你闻到那个味。它也很便宜，这一个2块钱。嗯，现在基本上可以了，就这些是推荐推荐的，然后这个是基本的，就这个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先把它收拾起来。自己做香料吧，就是会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放心，你知道里面什么，也不怕人家添加什么东西七七八八不放心的东西。嗯，那好，我给你记录好了。好，你给我记录好了就行了。喂，还撕不下来。像这些都要写英文名字，因为你在加拿大，你要去买。啊，刚才耗了你的麦，你就这个就去抓吧。但是这个还是要做一个片子，把它完整记录下来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要做一个短片记下来，不然我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忘了，因为这个记不住的。现在要清理香料哈，再好商店的质量的东西，它都可能会有脏东西。就是你一定要清理干净，有没有石头啊什么东西一定要剪一剪啊。这个桂皮呢一定是有虫卵的，所以呢这个要拿去稍微就要掰开来，它卷在里面的哈。这个呢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啊，洗干净。那么一定要把它掰开来，因为它最有可能中间都有虫子虫。啊，真有可能。他说黑豆蔻也得给它敲一敲。他说这个月桂叶的背面一定要用纸擦掉，它有可能就是会有虫卵的。这个一定要小火，千万别把它搞焦了。第一批除了香菜籽、小茴香、孜然这种小颗粒的这三样放在外面以外，其他都放进来炒。哇，这味道很冲。非常冲哈，嗯，好不好？因为家里会有很香的味道。要炒到它会噼里啪啦跳起来，然后不能一定不能焦，就是所有的有点干酥的声音呢。嗯，现在这雨声太大，像下大雨。做一个动作给你看看，哦，全部干酥了，你看。你现在就能理解为什么印度朋友家里他们就有那个味道哈，这香料的味道很浓，所以我要放在外面炒，因为不然你的家具啊什么都会有这个味道，地毯上，哎，地毯都会有这个味道，所以我就放外面。哇，现在就很干酥了，擦一下还是用这个不锈钢比较好。然后就分别炒这个，先把这个香菜籽要炒到它有一点 golden， 你感觉能闻到香菜的味道？那是。好，有点金黄了。好，这个也炒好了。现在这个是小茴香，小茴香不要太久，就是。孜然，救命！哇，孜然也好香。这些小的籽要另外炒，你不然跟那些第一部分放进去的那个，它是可以要炒久一点，让它炒酥掉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很容易 burn 掉，所以它要分开炒。撕了都不行啊。我拿进去了啊，等一下，先抓。真的是那个香啊。我们来腌鸡肉哈，明天我来做一个，这可以腌好多头鸡吧。我明天我来做一个这个鸡肉饭啊。
哇，就这个哇。再凉透一下。